现在什么情况？是几个孩子发现血流失的。 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缺氧窒息身亡。断肢，挖心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杀人。你知道什么人杀人最凶残吗？是感情受伤害的人。他说他想结婚，所以我们大吵一架。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他，直到我刚刚看到他尸体，说了三次了。弃尸的人不知道他被挖走心脏。原来是半假证。嫌犯至少有两个人。 过来，死吧！我们总说尸体会选人办案，他选了我。你在赌，谁真的会出来阻止你？我们已经抵达报案的电话亭，但里面有个红色盒子，疑似爆裂物。 如果一开始坦白一点，事情会简单很多。死因从来都不简单。